这一题说 AB 它夹角是15度，然后我们这样溜溜溜溜溜溜下来滑下来，请问 C 点的加速度是多少？你看它溜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好，它的瞬间的方向速度的方向是 V 在这边，那它为什么会滚上去呢？因为它受到一个向上的加速度，向上的力有个向上的加速度，所以这一点它的加速度是向上。当它溜上去以后呢，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它只有水平速度 v， 那一离开以后，它只受到重力，所以只有个重力加速度向下，所以在一点的加速度会向下。